大家好，我是安心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全家到台南玩了3天2夜。我发现台南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，有古迹，有人文，有美食，有美景。3天2夜好像玩得不够尽兴，所以呀，我今天特别邀请到我的朋友，我的好兄弟来介绍一下台南，如何在台南能够玩出深度，住得舒服，吃得愉快，而且买得尽兴。今天我邀请的朋友是在地的地头蛇，台南市参与教育协会的理事长周立峰。来，时间交给你，理事长。你好，张先哈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台南市参与教育协会的理事长周立峰，也是我们台南的大义国际旅行社，我们在地的旅行社哈，大义国际旅行社的总经理哈。因为这一次那个张先来，我的好兄弟，对，自己好朋友哈。来台南玩啊，也有跟我讲一下，也有问我的，哪里好吃的好玩的哈。但是哈，我觉得这样介绍哈，给他的话哈，我们介绍3天3夜都介绍不完。台南的美食小吃是闻名全世界的哈，我们的古迹文化，当然你讲到古迹文化小吃，光去年的我们米其林的必比登。还有整个米其林的一个入选，我们台南就有40几家。哇，对，还有我们台南的美食真的是首屈一指。我们台南的观光工厂，还有优质饭店啊，观光厂也是属于我们全台湾最多的，吃的、玩的、住的，在我们台南来啊。我觉得你下一次来，不要再安排3天2夜，要多住几个晚上。看一下我的肚子，你有没有去关子岭泡汤？没有。你有没有去我们龟山温泉泡汤？没有。关键温泉帮你就要去，因为全世界最有名的三大泥浆。哦，泥浆。对对对对，哎，因为刚好，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安排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啊，甚至你都可以直接，现在退休了，都可以直接搬到我们。定居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好玩的太多了，台南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啊！因为明年刚好是和我们台南的啊，台南市百，从1624年。我们荷兰啊，东印度公司来到我们安平古堡这边建成，到明年2024刚好是400年。明年还有什么？明年还有我们的台湾的灯会也在我们台南举办，还有文博会，还有我们世界国际兰展，整个活动都在我们台南。所以说吃喝玩乐住食宿又够行，讲都讲不完。所以说不过，理事长啊，是。不能我的每个朋友要来台南玩都找你吧，总要给大家个指引还是什么导览图吧。对对对，找我通常是订不到房间，请理事长拜托。来，我们为了这一次台南市百的活动，我们真的请全力了哈，我们台南的各观光产业、各商圈、各餐厅全部集结所有的资源，我们整了一本啊，就是这一本啊，它叫做台南旅游美食护照。为什么我们不只有写观光护照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台南是美食之都，我们的小吃闻名全世界，我们要把好的美食推荐给全世界的好朋友。对对，所以说我这次我们的取名叫做台南旅游美食护照，集结所有各大休闲产业、观光事业的这些工协会的理事长、商圈的理事长，还有我们这些知名的米其林餐厅都有在我们这次的配合里面。我们更厉害的还有把游艇啊、露营车全部都包进来。来，我们现在看这个，这个是我们台南有没有，就长这样，这么漂亮。光设计的美感，我们是找我们全国有得奖的啊，前三大的整个手绘的大师来画。我们这个意境你有看到吗？张先你有看到吗？有。这两个字是什么？台南。正确答案哈，有奖真的啊！等一下这一本就直接送给你了，真的。正确答案，这一本就直接送给你了啊，好吧？来，我现在讲一个重点哈，给我们张清曼的这些好友分享哈，这一本一定要买，为什么？台南市百，你错过这一次，要等到台南500，要再等100年，等不到。你应该等不到了，对，你张清你也应该等不到，应该等不到，等不到了啊！有什么优惠吗？来看一下我们的重点啊。999，啊，前5000米，我们还要送进口这个，我们万国通路，啊，注意听啊，限量款的时尚蜜桃粉随行收纳手提箱，13寸的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啊，我们再来慢慢介绍。我先介绍一下我们里面丰富的产品有什么东西啊。
注意看内容有包括六大项的优惠，哦，哪六大项？第一个，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千五千米送这个箱子，哈，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介绍一下有什么优惠，送一个这个箱子，送，哎。来，我们的优惠里面哈，会有一个除了这个以外哈，来，我们有三个兑换券。第一个，你可以兑换我们的台南最有名的是古迹，啊，我们的古迹有四大古迹哈。哎，来，有没有看到台南四百啊？一起台南世界交配啊！我们有四个古迹：赤崁楼、义载金城、安平书、安平古堡。台南四百，这是我们台南四百这一次的主要的一个主视觉。我们也是一起台南世界，希望全世界的好朋友都可以来我们台南玩。这个门票送哦，来门票送来。观光工厂，我刚刚有讲，台南有最多的观光工厂，总共有24家。啊，这一次有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14家。啊，14家你可以去选，像我们冠国通路创意观光工厂。我们也可以做我们的手提箱，迷你的小朋友很喜欢的小提箱啊，手提箱的一个 DIY。你也可以去台剧美妆，啊，可以去换一个口红。你上台了还可以换口红。今天是什么节日？你知道吗？情人节、啊。真的，我知道，知道，你会背一下不？啊，我提醒你准备一下啊，你可以去台剧美妆，可以去换一个口红。你也可以去我们的所有的像国王家族羽绒，可以去换一条机能性的内裤，350块，总共有14下，350块，选一个，选要不换口红，要不换内裤。我们的观光工厂，我们来做我们万博通路创意观光工厂也不错，手工对。还有什么？哦，这个来文明，刚刚我讲的哈，文明全世界不是文明只有台湾而已啊，大家来到台南都是要吃小吃。对，我们还有将近60家的美食小吃。这个都有名的啊，周氏虾卷啊，西景村卤味啊，我们张城麦芽饼，所长茶叶蛋，红砖布丁啊，还有我们的虾饼啊，我们的松林卤味啊，我们的杜小月啊，东东摩西摩西饮料全部都在里面的，还有我们明星啊，很有名的肉包有得奖的都在里面的。OK， 都包含在护照里面。选一哈。OK， 啊，住宿的部分哈，住宿的部分更厉害哈，我们刚刚讲的住宿的部分哈，我们讲的部分哈。来，这个啊，就讲过了哈。我们还有6200块的住宿的优惠抵用券，有哪些？光台南的星级饭店，这一次将近就有40-50间来参加，包括精英酒店，啊，台南长隆酒店，我们大皇冠假日酒店，台南远东、香格里拉都在里面。我们有1000块、800块、500块哈，抵用的抵用哈，可以直接上我们的网站哈去看。其实那住一个1000块换的就已经超过你护照的价值了呢，999就赚回来了，对啊，来一次就赚了。还有那个箱子哈，还有行李箱哈，还有门票哈，还有我们比较强的，之前其他各县市在做的，他们都没有把民宿纳在里面，所以说我们把旅游美食这次把台南。我们的民宿都纳进来，台南最强的特色民宿，我们也集结了100多家，所以随便选。张青，你这次有住民宿吗？没有，所以说你下次就是要来体验一下我们民宿的美。你住在民宿里面，可以去我们的神农街，可以去我们正兴街，可以去我们国华街，慢慢的品味走一下。绝对会不一样。一间民宿住3天，那我就真的搬来住一年了。民宿有100多家，一样，800、500、100的优惠哈，通通都有，100有3张，哎呦喂哈！来到台南来讲哈，绝对不要没有去，绝对很可惜。一生当中一定要去一次全世界三大名江之一，关子岭温泉都是名江温泉，我们也集结。知名的这些温泉旅馆都在里面的，景大，我们关子岭的景大丽景，还有我们的丽泉，还有汤泉美丽都在里面的，集结各大，还有要1800、500，所以一定要来。那随便一个就划算啦。对，来 ，OK， 我们看一下哈，还有我们这一次哈，我们所集结的东西哈，
我们所集结的东西呢非常的多哈，我们把所有的一个优惠哈，要把它收好，对，收好。还有 ，OK， 来，张静，我跟你讲啊，来，这个优惠有5000块哈，另外其他以前观光护照里面所没有办法包含进来的，我们这一次是集结所有台南各观光产业的资源，大家都请全力，为了明年2024的台南四百，大家都拼了。还有什么？拼了！来，我跟你讲，来，还有什么？露营车，现在你很流行的，你来一个月，你不要说住饭店、住民宿、住温泉，你也要开着这一台车，带着你老婆，带着你儿子，可以拍拍照，可以上山下海，看一下哈，我们梦主。我们的梦主露营车林立号原本5000块，注意听哦，2天1夜哦，24小时，原本5000哦，你有这一本护照可以2000折2000，3000块上山下海，你要去渔光岛哦，你要去看日出，这个好玩哦，通通都有，人家在排队在晒太阳，你不要，你可以在露营车里面看海边，折2000，超过护照的价值了嘞。对，折2000啊！啊，你如果下来的话，也可以租个宾士车，人比较多。原本的3500块的露营车，啊，3500的只要折1000，只要2500，哦，这个非常优惠。再来最强的啊，来还有最强的，最强的啊，那叫喝酒顶他们对吧？最强的来，这个我们台南现在目前最夯的。雅果游艇集团，雅果这次也拼了啊、哦，这次也拼了，那也挺厉害啊。雅果游艇集团他们有一个子公司叫乐果海洋学院，这一次也请全力来配合我们台南泳池护照，啊、哦，让大家可以来到台南，因为我们台南安平最漂亮的，它的这一次真的超美，超美，大家要看我的影片就知道了。第一游艇。啊、哦，那个船班最漂亮，从早上看到黄昏，看到晚上，那个美景，我们台南是不是很漂亮？超美，值得你再来一次，对不对？我讲这个最强的雅果游艇，你688人每一个人688，你有这本护照再折一本叫588，588你就可以去搭游艇，在整个我们的游艇城，啊、哦，雅果游艇城，我们有一个乐国海洋学院，也是我们雅果游艇集团的。好、哦，这个非常重要。除了这些以外，我们刚刚讲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哈、哦。我们刚刚讲的非常非常的多哈。它、哦、的游艇。对对对，我们现在讲的非常的多哈。还、哦、有我们所有的商圈啊、哦，我们所有的商圈里面啊、哦，包括所有，还有我们的商圈里面总共会有600家一家以上的合作的店家，你只要拿到这本护照，你都可以凭着护照去商圈里面。哦、我们所有的配合的店家，包括我们的蓝赛图海岸商圈、哦、我们的国华友爱商圈，我们的安平商圈，通通都有。哦，张先生，我刚刚有那个一个安平的店家，安平的店家，我们有差不多有100家的店家哈、哦。我告诉你们，大家这边哈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来 ，OK， 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我刚刚讲的啊，商圈店家非常的多，你拿了这一本护照。我们安平的店家，你翻开到这一页，美食护照、哦，再给，我已经偷偷藏起来了，哈哈哈哈太快了，看一下啊，有，光我们安平就有100家了，啊，安平平安，啊，这个非常有名的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创的一个业者，对，啊，说只能有100家就是，等于是你拿了这一本护照，扫这个 QR 码，啊，所有里面的吃吃喝喝都在里面，都有特别优惠。一本台南旅游美食护照就可以走跳台南，就靠这一本。嗯，哦、那我们有送的这个哦，这么多的优惠，重点来了，重点要买要快，动作快，错过一次，我现在台南四百再100年，2024台南四百再错过这一次，你还要再等100，你要等到台南500，我们可能都等不到，我一定等到。啊、我们这个。万国通路，我刚刚讲的999限量的送这个，就我邀请我们万国通路的我们的行销科长，我们 Kelly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，来我们掌声鼓一下，来，我们 Kelly 确认一下，是买护照就有送一个那个行李
箱吗？买护照送行李箱，哇，不是买行李箱送护照，都可以，反正你有买，我们就送。哎 ，Kelly， 那个这一次哈，对，也是我们冠国通路啊，冠国通路，我们谢明正谢董事长是请全力支持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才有办法。我听说哈，当初这个箱子哈，它的定价是4580块。我们谢董不惜重资啊，第一个现在人工也贵了，料也原料也贵了啊，做出这个限量款的，就只有买台南旅游美食护照才有送的哦，你外面也买不到哦。你去万国通路的官网买，是不是一个要4580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4580啊，限量款的啊，我们是限量款的啊，这个我们由我们的 K D 来介绍一下，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来。我们的随行收纳手提箱材质是100%的纯 PC， 所以它很轻而且很坚固，然后尺寸是13寸，所以是很轻巧方便的一个尺寸，就是外出携带很方便。然后呢，它后面还有一条这个绳子，你们知道是拿来做什么的？绳子应该是来吊这个的，没错没错，对，它是拿来这个颜色很漂亮，我们这个颜色叫做蜜桃粉，但是我们也有好多朋友说这个是奶茶色，还有叫做芭比粉，现在最流行的，还有很多人说是芭比粉 哦。你看这个配起来，你看，对，再加上配我们 Kelly 美女，你看这样泼出去，多漂亮啊！对，那个配。然后它里面呢，就是这样子，也是一个很方便收纳的一个空间，还有很贴心的小袋子。对，就是你随身携带的物品都可以把它放进去。哦，觉得当那个化妆师也很适合拿这个。对对对，女生的化妆箱。对，来，阿哥你漂亮，这个哈、我跟你讲啊，我跟那个张先那个是，这个拉一下，这个哈、这个你来拉，你来大刚刚这个你拉一下，这个感觉非常，男生拉感觉也蛮时尚的，那个味道，对。那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将来一定会爆，为什么？9月1号开始，我们所有全台的树叶就是要响应环保，现在都倡导绿色环保、绿色旅游 ESG， 也都不会提供，慢慢就不会提供，9月1号开始慢慢就不会提供一次性的费用。如果你全家出游，啊，两大两小，你可以把你的盥洗用品、化妆品啊，什么都放在这个。你今天到饭店、到民宿。你可以放到他们的显眼台，他有多时尚，不用用塑胶袋、夹链袋在那边放。哦，你今天像这个太阳这么大，今天的太阳应该有差不多36度，你的化妆品放在车上一定会坏掉。你把所有的东西，把它化妆品放在这个。你今天到我们旺博通路创意观光工厂，我们今天来这边参观，你可以把它带进来，你的东西又不会坏掉，非常好用。哦，你今天要去朋友家。今天去朋友家品尝红酒，一瓶，比较贵的5000块，你可以带个2瓶去，放在里面，对不对？男生装酒，女生装化妆品，就对了，非常实用。对，我们它可以卡在这里，这个设计还蛮贴心，就不用提着拉着就一起走，可以带上飞机，对，非常方便。你有重要的，我跟你讲，999哈，999你光买。这个4580就不够了，不要说里面的优惠这么多了，吃喝玩乐还有游艇还有露营车，哦，通通都有，哦，所以说不买，我刚刚有讲的啊，2024台南400，还有台南灯会，错过这一次要再努力买，999送这个，我们只有限量1500，1500个，对，要怎么买？我们护照啊、哦，我们要怎么买哈、哦？要怎么买？来。这个我们的护照的一个封底这边哈，都有我们的 QR 码，或者你直接搜寻台南旅游美食护照，就可以搜寻到我们的网站了。要订，要买，要快啊！前5000里，很快就会被全部完毕了。我也会把它放在这个影片的说明区了，大家可以到说明区看一下，点进去应该就可以连上去了。所以说哈，这一次我们也很欢迎哈，我们台湾啊各地，我们全省各地，还有包括我们全世界的各位好朋友，我
哎，但是你的影片不只是台湾人，我们的台湾人连大陆的好朋友，香港、澳门、新加坡，通通都有。当然，看到了，哈，现在已经跨足到全世界了。当然啦，这么厉害，不简单啊！哎，也是我们要把好的东西分享给我们台南。对，台南的美好，我刚刚我讲过了，没有办法说，我用这样几句要介绍，我每个人都要介绍，我每天都要介绍这个，我干脆。我们请全力动员所有的，我们这次台南市的观光旅游局，我们台南市的文化局，啊，我们的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，还有我们云嘉南风景区管理处，还有我们台南市政府，我们黄市长，还有我们两位副市长叶泽章副市长跟我们邵清辉副市长，都请全力来支持我们台南市版我们台南旅游美食护照，好不好？各位好朋友，这一本不买可惜，错过这一次真的要再等一百年。台南啊，不止365天玩不完，你看，要请在地人理事长介绍3个小时、30个小时，我看他都说不完。不过没办法，时间有限，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打住。不过有几个问题，我想确认一下，理事长，这一个护照只要买了，一定就有送这个行李箱吗？前五千米，啊，我们前五千米啊，我们前五千米都保证一定送。我们护照里面啊，前五千米购买的，里面都会有一张。万国通路随行收纳手提箱的兑换券，那，啊，这一本护照可以用多久？从今年的9月1号，啊，9月1号开始使用，可以使用到明年的年底。哇，好，16个月，总共会有一年4个月，总共会有16个月的使用啊。买到赚到，前五千米抢购，有买到的话，保证护照里面都会有一张万国通路随行收纳手提箱兑换券。什么时候开始买？我们现在都是在预购，现在是预购。我们9月1号，好，哦，我们9月1号正式记者会，啊，哦，正式记者会公开发行。9月1号公开发行。现在目前，啊，我们现在8月份，啊，哦，先抢购，有抢到的保证都一定都会有。9月1号开始使用，啊，哦，可以用到明年的年底，啊，哦，有买到的护照里面都有。所以看到这个影片的好朋友，哎，还算是幸运的一群。好了，那咱们话不多说，理事长，那我们一起跟各位好朋友说声拜拜吧。好，欢迎各位哈，来到台南玩，拜拜。